The Twin Turbo Furies 双涡轮动力是一款内置高度复杂的运动手表，包括双高速顺序三轴陀飞轮，一个带有参考时间的单影座式计时器和十进制三问报时器。这个手柄就像老车上的手柄一样，是手表用来设置时间和上发条的。展开手柄，转动手表发条，这个行星齿轮系统显示了手表的能量储备，其充满时是50个小时。把表冠调到第二个位置可以调整时间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当十进制中继器在报时时，您不能调整手表时间。这个计时码表启动。停止和重置计时。这个计时码表允许你设定参考时间，将表冠拉出至设定此位置的第一个位置。然后操作计时仪。当您停止计时时，可以很容易地读取当前运动时间和参考时间之间的差值。这张幻灯片是十进制中继器的工作原理。当您按下装置时，十进制中继器的备用能源就会补充。十进制中继器在钟表行业十分罕见，它会依次报出时、时分及分。这两个陀飞轮在三个不同的轴上运动，第一个轴24秒，第二个轴8秒，第三个轴30秒。由于这个速度，飞轮从一个位置跳跃到另一个位置。两个陀飞轮的优点是系统的稳定性。如果一个陀飞轮受到冲击，另一个陀飞轮会立即进行补充，从而保持手表的高精度。The Twin Turbo Furies 双涡轮动力是一个极其复杂精美的时钟，但操作简单，带有愉快的观赏性。